本花絮包含魔教教主猜宗师身份内容，请各位耐心观看。好两个，不仅枪到胜利之声耶，胜利之声耶。我刚很认真问林湘讲说，哎、欸，那你觉得谁是？哎、欸，我刚问你谁是狼的时候，然后他讲说，我觉得李毅是狼。可是他为什么要说出我觉得李毅是狼？因为他就对，我是好人，他就灭铁狼。我刚上次就这样玩呐、啊，我上次是狼的时候就这样玩呐、啊。那所以你就是狼啊，所以姐是这样玩。对，我上次是狼的时候，我就说你就是狼，我不是啊。你刚说我觉得李毅是狼，可是你我刚真的这样讲，你知道你自己是好人。对啊，刚刚到。不能讲觉得，我懂你，我觉得你蛮有说服力的。那如果这样大家都确认他是的话，那你们等一下就选我，因为你们三个好像就选我，选我的话就可以验证他到底是不是，因为他现在已经这么暴狼了，等于选我的话是超级万无一失。一旦公司已经会做事吧？等一下，我们先排过去，先排过去，先排，先排。好人在那边，我们赢的队伍先过来。对对对，好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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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去。可是我没有赢的队伍啦，你不确定？你过来，好人过去。那我觉得你比较上好，三个嘛，再加一个，再加一个。那个人如果是有坏的。对啊，其实在公司你都会做事情啊。对啊，其实我们如果选李毅或是黎轩，一旦公司知道里面他们两个有明狼的话，一定会做事。对，但是我在想他们两个有没有，就是因为他们可是他们是隐狼，他看得到他同伴啊。对，他们两个都没有保过人哎。而且重点是，你们已经觉得林湘是狼了，那我就代表是好人，懂我意思吗？对，因为如果你们怀疑林湘的话，那你们应该就要保我。对，可是我觉得你是好了。对，可是我们刚刚就是有在讨论说，因为你这次当好人的状态跟之前，我早上六点开车来，我没有睡觉好吗？我昨天还跟我男友吵架，睡沙发，睡沙发，睡沙发。怨你，怨他，然后我有问题，怎么了？公司不要强调就好了，公司不要强调。再检验是李毅、兰兰、海西、若琪，里面我都有，李毅是都。我想说他太快宣布，没有，我们在讨论的时候，宗师都可以动作。你是狼，对，可以做，他给我尴尬。而且是早上说，应该是说我是神，有那个，
是凯西，我觉得是凯西，那就他吧。有可能是我们这局就要决定了吗？哎，他猜中就赢。对，他们两个猜中就是坏人正义，反败为正；没猜中就是好人祸。都没错，是代表他很熟悉。等一下看，是凯西，神的身份是要知道，他知道我们两个对。然后刚好在带风向的是有凯西跟李毅还有徐毅，我觉得不是李毅，那徐也不可能，因为徐毅是上次这样，徐毅一定会做事。那我觉得是凯西。好，凯西，凯西不是一代宗师。林科，哇，凯西，哇！